啊！廖开华，你来要拄仔好，今天我把这部分处理掉。你就是要死啊！还搁咧命令我，林大爹家。 我当然是来送你酒楼的。姚开恩，你是干哪样狂吊刀？酒楼后脚的臭死人！你让我们知道我等这个机会等多久啊？ 阿妈，你也唔免甲我学落啦。虽然讲白向娘是我杀，但是我嘛是阴阳人杀，总是爱伫咧失踪的时阵，互伊一点仔温暖。总袂用在伫遐哭到要死要活，我伫咧边仔啉茶客归止，安尼敢有失踪？所以我才讲我有感动着啊。既然阿妈你有我感动着啊，那呢我这个投名状，你甲我发几分啊？ 大人哥爱我拍分数，果然是老魔镜啦。规身躯哦，拢是厚颜无耻的基因。你家代志处理甲遮尔清气，当然嘛是一百分。啊，是讲白汉良哦，是你的丈人呢？你也拄啊拄伊的时阵，敢袂笑呢？阿妈，你拢甲局势分析甲遮尔清楚啊！ 我若是搁选唔到兵客，我唔着辜负你对我的期待啊！你第一步算是完成啊啦，啊，所来有啥物任务，我会找时间去甲你讲。谁唔知影你饭菜下自私自利，上艰苦的就是利用别人替你去死。 但我廖开宏无遮尔好骗，讲好的部分你上好照片照去啊，那无你就再死啊！去问我是不是会手软？白汉良这个死变态，为着巴结家己查某囝，无惜一切，逼我甲伊做伙，甚至毁掉我的人生，你家己拄着，我哪有可能会手软啊？ 是认为一加一等于二。嗯，对哦。你即马走投无路，我无权无势，咱两个人斗做伙，就只有悲惨两个字。那是我甲你讲，我即马有机会通等去报价，你敢愿意坐落来，我听我甲话讲煞。你有机会哦，迄是领导的代志。有闲甲我共款，拢毋是母家的子孙。 你讲啥？迄个吴莹莹，一刚到晚才你摇摆，想袂到，伊嘛是假的哦。唉，其实哦，白汉良才是伊的爸爸，结果煞魂不太死啊。哇，这是啥物神进展啊？这无过偌久，竟然会当发生这样子的代志。
唔对啊！恁爸即卖唔是中风袂顶袂动啊？啊，迄个白汉良伊脚手叫你妹叫你厉害，恁爸是安怎解抬死啊？你敢阁会记诶？吴依林甲阮爸的比对是复合诶，所以恁爸用吴依林的血清接受治疗。经过几下届治疗啊，阮爸已经好真侪啊。啊，就算伊好真侪，嘛无可能是白海良的对手啊。哎，迄时阵现场的状况就乱呢。麻烦说啊，是白海良注定爱死。总共一句，阮爸算是误打误撞，甲白海良抬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恁哥即马失踪啊！新喜事都唔知呀，啊！恁爸佫过失杀人，啊！安尼讲起来，五山集团唔就互吴依林规划盘去啊？啊！你是有啥物机会？问题就是，我即个无血缘关系的孙啊，伤过友好啊。所以吴依林伊准备要替伊阿公担罪。我讲些话头，你就知影我要讲啥。孟子，你真正是有智慧，而且够美丽女神。你唔免伫遐婆婆塔塔，看这个扮势，你是想要趁这个机会上位，所以你找我来是爱我陪你演一出苦肉计，好你会当顺利登去舞噶，对不？哎呦，真正是翘翘人啊！跟你讲话就是这样轻松，所以我想讲。是嘞，我无兴趣。孟子，孟子，我即个是真心诚意，希望你会当回来我身躯边啊。你需要我的时阵，就把我当作是女神；等你有一天无需要我的时阵，绝对袂有迄天。孟子。人的心上肉做的，你对我的感情外尔深，我拢有感受着。我真阿最后悔，当初无法珍惜你。我是想着我害你这样痛苦，我就更加后悔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啊！我无骗你，我是认真的。这次我绝对会珍惜你。而且等我的计划若成功啊，你就有享受不完荣华富贵，阁会当赚到我这个温柔体贴的好红仔。谁知影你是不是参像鸡娘啊？找伊查甫拢无同款啊！孟子。不会，我袂安尼做诶。那无你跟我讲，你希望我安怎做？我爱你向我保证，以后做任何代志，拢会尊重我阿公有，袂当阮瞒我任何代志。我甲你保证，我甲你手抓，我以后事事行行，一定拢会尊重你，而且。绝对袂隐瞒你任何代志。这是你讲的哦，那是你做袂到。我绝对比芝麻官慈善，甚至我死不做。好啊。你芝麻是我的人啊，我不准你安尼纠缠你家己。你总算讲出来啊！那万新民有个白汉良，甲阮爸藏开，你甲吴信贤冇分。一个外人哦，要藏甲好势好势，干那靠万新民甲白汉良都有在钓啊！哎，知影你爸爸下落的人真多，这甲你料想袂到啦。放心啦，我有甲恁爸爸哦照顾得真好，饲甲真好势啦。
因为恁爸爸有价值，唔呐会当摕来换好处，甚至会当摕来保命。最近阮是打算要做一个了解啦，都要看你是不是要收啊。你要开什么条件，才愿意帮阮爸走？我唔是讲过啊，只要你放弃信托的股份，交予我全部来处理，我就会放你爸爸走啊。啊，不过我要怎麼相信？我若是把全部股份都给你，你就会放阮爸走？那安尼，就要看你是不是相信我，相信我会照片照行。除了这点以外，我无法多做其他保证啦。买也是买，一句话啦。啊，假使讲你若无愿意，不要紧啦。我即马就来走啦。啊，是讲下边我来面会的时阵，就真有可能再来一份恁阿公的病危通知书。我答应。阿强，文件备，来给啊，阿老爷。娘。我吴依林，因为小嫌太郎嘴命。调查期间，为了要维持武山集团运作稳定，即时把我名下的股份，还有武辉煌、武信泰，放在我名下的股票信托，都转款交予武山集团代理董事长方彩霞女士处理。一切指令还有权利，都由方彩霞董事长承担。签名。孙啊，阿妈一定会照药所来行啦。不过是讲什么时阵要进行，这就不一定啊。你即卖就应该把阮爸放出来。你讲唔知影什么时阵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真有可能是明仔，嘛真有可能是一个月以后啊。啊，要甲人囥喺度，我袂想到咧。保迪卡啊，快给伊放在天桥卡啦！阿姨那破病用心哦，是别人怪我，别人找我负责任吗？方彩霞，你怎样欺骗我？你今晚马上把阮爸放出来，马上保证伊安全。你也是做不到，还有得促销？方彩霞，不准走，不准二层。哎呦！不准做出暴力行为。依林啊！你确定真一个好无？阿妈甲你保证啦，一定会请上厉害的律师哦，予你量查出来。你都要较忍耐的哦，哈。方彩霞，你这卑鄙小人，不准你伤害我爸，伤害我阿哥。你着继续得意啊！你的小摊真正予阿公了准准，你已经一脚踏伫我甲阿公计划当中啊，自投罗网啊！